绳子。哎，我找上那个宋光大组长。检查完了，没有。你有几个人守在这儿？其他人，跟我走。是。组长，路分开了，跟往哪边走？这边去哪儿？啊，这边去东城，飞砖厂在这个方向。秒杀周大民，那就说明钱有根已经暴露了。开会地点肯定不是原来的地儿。这边，哎，里边请，客官。哎，周先生，您到里边坐坐。请请请。哎，里边坐坐。好，过来。但得见正东方，甲乙木，青龙旗展。走，这位客官，里边请。开会吧，不急，再等等。香烟啊！现在我们可以开会了，我们走。文三姨，进店里查一下。组长，刚才有个人买了盒胭脂，说把找的钱送咱们局里去。送局里？大伙儿睁大眼睛，使劲找，别放过任何蛛丝马迹。哎，你说，老鼠过街还得留点味儿呢，钱有根这么鬼精鬼精的，怎么一点味儿都没留下？是。时间也差不多了，局长那边不知道怎么样。季局长，组长，你快过来！你看，我这也有。胭脂。对。所有人，按照这个胭脂的痕迹，记着。都听见了吧？这爆炸声就是我们这次行动的号角，也是我们取得胜利的礼炮，这也预示着我们这次的反攻必将取得成功。特派员，我和我哥好像还没安排任务呢。对，我们哥来干什么？啊，你们有很大的事情要做呀。特殊任务？对，特殊任务。今天，为了给大家提提气，我们要用你们哥俩的血来祭旗。特派员，您这什么意思？钱有根，好一出周瑜打黄盖呀！
你以为你的诈降计真的天衣无缝啊？你和周大明那些鬼把戏真的因为我看不出来吗？不，这事儿我跟周大明有什么关系啊？还在装？周大明昨天去公安局干什么了？他去，那他去公安局关我什么事儿啊？实话告诉你，从第一天起，我就没有信任过你。旧砖厂是我设的圈套，那儿现在已经变成阎王殿了。可惜呀。 你和曾光大就要天人永隔了，三炮，动手！大，王四，出来！ 那枪打鸡是吧？太棒了！哎，这劲儿啊！我操！哎，孙子哥，孙组长，啊！你不是？哎，你这……鬼哥，我都看见了，这小子枪法不错啊！嘿啊，回头我给你寄过去。啊！哎，先给我嫂子找个烟子去。算了算了，哎哎，你弟长得挺帅的啊！啊！ 最重要的特务全给弄来了，今天咱们就一手会了。来人，给我盯住钱肉根，回头我找你算账。哎，别动，拿着，拿着。 抓过去，往前走。
小子，干什么呢？把手雷放下。我心眼儿，我告诉你，这儿已经被我们包围了。把枪放下。宋光大，你别得意太早，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。